驾驾，会开车的，真的吗？驾驾，哇，你最会甩锅哎、欸！要不要连甩锅一起学一下？甩尾，甩尾。请问一下，在座的各位，哈基会不会开车？不会，不会。要再票选一次了，是不是？票选一次了，可以哦、喔，可以哦、喔。你知道有几次啊？那个太阳章的那个，我跟你说，上一次只有四个人，对，四个人。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比例啊。圆饼图啊，嘿嘿嘿，圆饼图，看看啊。好，你看一看。我这里不用特别看啦、啊。我们上一次投票是我杰克团团跟哈记嘛。然后我团团杰克各占1%，不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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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上个礼拜六那个影片统计，哈记占了96%，不啉不啉不啉，总共得到了14,413票，哇，拉倒性胜利耶！我没有想到我居然是第二高哎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不会开车哦。这次投票太肮脏了，我是2%，然后。然后杰克1%，然后没有，重点是雨月0%，哎，哇塞，哇，你看我这么多纯洁，人家就好宝宝、啊，啊，哇，你想出来了，你想出来了，我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形象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把书柜附魔台给藏起来，不给你用，有了。跟你说生日快乐、啊，生日快乐，我以为你会多补一句。生日快乐，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可是生日快乐。我有在道路上加了几个路灯。好的，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了。还路上还能做什么啊？我想一下，我可以偷偷考一下。可是我要先等雨月的肉回来，我快饿死了。雨月的肉回来，雨月的肉。鱼的肉，鱼的肉，我去外面狩猎很多肉回来。你刚才讲什么，杰克？没有啊，不是，那不是你们台的对，嘿，嘿，什么？嘿，鱼的肉好吃这种的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他们好像都会这样讲。欸、对啊，没错吧？到底为什么呀？我一直很好奇。我也蛮好奇的、欸，什么东西？也试一下。月月肉好吃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要问聊天室的他们。月月肉好吃啊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为什么月月肉好吃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哎，你如果说猛的话，我能理解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也能理解的啊。哇！哎、欸，完了！感觉我们都在调侃音乐啊。没有，不是调侃，这叫帮他塑造好形象。哎、欸，哦、oh. 欸，哼，嗯，对，嘿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在场的一个形象好啊，对不对？在场的几位女性，欸、像是小雨啊、杰克啊，还有泱泱啊，不是，在上次小雨啊、泱泱啊，在场的男生好像都比我们可爱呢，可爱。对啊，身为一个女生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小雨不会，我觉得很棒。不是，女子力跟男子力的部分呢？真的，你们女子力好高哦。对啊，你们男子力是不是都跑到我们三个身上了？女子力只有杰克比较高吧？没有，并没有。你说粉红色的杰克吗？对啊。你是说那个粉红色很萌的杰克吗？对啊。杰克还是黑色的那个吗？要选的那个啊。哎，杰克是好颜色啊。对啊，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懂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啦，好颜色。没事，每个男人都有个少女心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多跟少而已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杰克不是少女心，他不是少女本体。哇哦，本体啊！我要烧岩浆了啦！要烧人了！没事，我们要烧人。让我看到烧一下。烧起来！小雨快跑！小雨快跑！小雨快跑！小雨，你们有逛到一个峡谷吗？然后峡谷，小雨家就是峡谷啊。对啊，我家就是峡谷。怎么了？很亮吗？你是不是想找小雨？而且是亮的吗？你是小心三五天，小雨你小心，瑟瑟发抖，瑟瑟发抖。哎呦，哎，黄金呢？你怎么没有？怎么没有？哇，黄金没有很重要。
现在版本不就很多？可以做金苹果捏。现在可以直接做楚居家那个，对啊，直接做套人了。你说那个汤哦？对啊，只要找得到楚居怪的汤，有很多、啊我有很多呢。哦，我家乡里很多。原来是什么区？团人找不到是这个原因吗？家乡打工了是不是？剩下就是。我家乡导游，楚居乡吗？你的竹子是要不要拿啦？我拿在哪？我拿在哪？我现在在沙漠探险呢，口误丛林。好，我终于快回到家了吗？啊！哇！终于！拜哥，我看音架怎么做，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说那个汤是什么汤啊？再讲一次。可疑的汤。可疑。有毒的汤。啊，有毒的汤。还要怎么样、你要加蘑菇。然后两种蘑菇，再加一个碗，再加上那个铃兰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是，对。这听起来喝了会死？不会啦，有毒的汤啦，有毒的汤啦，喝了就可以回到现世了。对，回到现世，只要一口喝下去。是没错，等一下，确实啦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可以喝啦，你去找铃兰喝吧。铃兰是个人吗？不是，找铃兰喝，找铃兰，是花啦，突然来一句，是花啦，不要听起来像人名啊，不要铃兰，铃兰，哎，铃兰是那个什么啊 ？RPG 里面的女二，女二角吗？对，还不是女一哦，是女二，好可怜。就是那种什么有事的时候都要可以出来可以主角牺牲，证明他的爱很伟大的那一种。因为你到底要多久？我也喜欢他。快到了。你要好好的对他，我也喜欢他。我要动不掉，我要去自杀了。你要死了吗？走太慢了，给你啦。很远呢，2000可哎。很头痛。我家有肉啦，你家有什么肉？熊猫肉，就肉啊。我觉得听起来感觉很可怕。熊猫肉，不要就算了。我来了，哦，你好多哦，我看到地标了，看到那个笼子了。哦，你看到笼子了，有笼子，看到了。为什么他吃了那么多肉？刚出门哦。哦，那笼子是不是需要改建啊？改建啊？改建吗？变本？没有啊，没干嘛。地标性的，没有啊。你要在你的灯光后面怪怪的灯塔之类的，凸起来而已啊。哦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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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了，耶！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跟着你。哦，快生小孩，快点生小孩。哦，你怎么变一回家了？好刺激啊！哇哦，刺激的妈呀！哦，生出来了，好，你这好快啊！你这不孝业者，真的哇！孝业者，有啊，他在笑了，对啊，我正在笑。好了，再烤了。那我送你这个，送我什么？音架。我要他的原型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不能中，原型才能中。原型当然是要留在我这边啊，这样你们才会一直有硬架的需求。哇哦！哇哇！没有啦，伤了。会做生意的哇，真懂做，还是懂做？很会哦，懂做，不要懂做。你说什么了？酒池肉林啊！啊，酒池竹林，酒池竹林。恭喜！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钻戒了！他拿到钻石了，很开心。他好开心哦！他超开心的，真的。当然开心啊！怎么会不开心？开心的跟什么一样嘞？谢谢云月，我先拿这些，像个小女孩。像个小，他不是小，开心的像个小女孩。
他像个少年。他真的像个杰克。哎呦，直接讲话高16度了吗？16度。其实你本来声音、欸。对耶，蛮好奇耶，就是像比像影月他自己反省，你们最高能到多高音啊？我应该不能到多高音吧？没有试过。国中之前还可以超高啦。我们要现在试一下。要多到爆炸，麦会爆、哦，会爆麦啊！没有你就要在不要爆麦的情况下，因为爆麦那个就不真的就算尖叫。在爆麦与不爆麦之间。对对对对。最好的爆与不爆之间。爆与不爆与不爆之间，这个好难、哦。薛定格的高音。薛定格的高音。可以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看啊，对不对？等到你来一起试啊！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试啊！哇，很直接的！哇，我们现场卖戏哟，示范一下。怎样？欣赏，欣赏，欣赏，要发音了。哦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没有不专业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会尾音真的很强。就玩我们把男生就是男生，然后把他就是声音变得超级跟女生一模一样，这样我觉得超厉害，嗯，超屌的，超猛的，轻的如何啦？所以你要唱歌吗？哎、欸，我要唱歌，不然你要怎么这个？对啊，不然你要怎么示范？你不要杰哥，杰哥，他走了。怎么样？最高音就是这样了。不是啊，原来你的最高音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每一只都很重要，你把它杀掉。你后面鼓励吧，后面鼓励，后面鼓励吧。我要去看画面。杰克，你干嘛讲出来啦？讲出来，你就要看着他然后大叫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们食物来源，等下食物全部吐掉。看着他然后大叫。你要看着他大叫，跟他上次看着大叫一样。然后他也会大叫。他是啊啊啊，很小。呼叫这样吗？这样。对对对，很搞笑。其实他自己也蛮高音的，刚刚那个叫声。他吗？高音的，还蛮高啦。这样。还算可以吧。那個、哎呦呀，为什么我会听到马的声音？这个狗狗，那狗狗是隐约的啊，隐约的，怎么了？对啊，隐约的狗狗怎么了吗？欸、啊！咬死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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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哪里玩啊？好刺激哦！隐约好开心，我的香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咬死他！咬死他！咬他！有时想偷打人家的狗，然后哎，在你不要打死他，我带后面给带来的哦。好，我喂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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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叫不做事就不会死哦。来来来，我狗来开门，这里进去，乖。喂肉肉，喂肉肉，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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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。你盘一下，你盘一下，别他妈咬我！你盘一下上去，盘一下上去，快点，后面后面。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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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去！把他打掉，咬死了！哎，你还吸走我的银家，要还我！哇！哎，那边那边有，那边有，那边有！哦，疯！你那是什么了？哎，杰克的高音应该蛮高的哦。我也觉得很高啊。杰克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为什么可以让他这里太暗了？哎、欸，那栋小屋是谁的啊？大屋，对不起，哪一栋？海上的，海上是酱油的，嗯，酱油的。因为我可以让隐约的狗狗坐下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他叛变了？这样子吗？叛变？为什么、啊？没有吧？可以啊，我让坐下嘞。为什么啊？站起来，乌龟，站起来，坐下，站起来，坐下，站起来，坐下。我刚刚有喂了，要玩人家。跟无畏的关系啊，可是狗的话应该是团团的啊。对啊，好开心啊！对啊，你的狗不是你的狗哎、欸，好 QQ 哦。嗯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我曾经以为它是我的狗，但我发现结果不是。另外一个人很爽啊，笑得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只是叫狗狗站起来坐下，站起来坐下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好像变态，就说他是车王吧。
超诡异的画面呢、欸！这里跟车有什么关系？你在看着他站起来坐下，然后很开心，一直笑死。哇哦！讲错了。没有，秒秒被推下去，被撞死、欸。哈基，哈基，传奇男人。那也快掉了啊！你想上去、哦？来下来下来，哈基哈基哈基，后面看风景，哈基你后面，哈基在干嘛？哦好好好好，那这个给你啦。啊，盖错了啦，哎呦呀！你只要一直按就好了，不用蹲，一直按，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你蹲的话反而是往前那个。哦。你在你要不要过去？他屋顶，你干嘛？他打完了。Yeah.没有，我刚刚只在看戏而已。小雨，你快死了、欸，小雨。对啊，我快死了。你快死掉了。他想帮你的意思。可恶！还想打我？还想偷懒啊？还想偷打我？我没有偷懒，还光明正大的来。OK。还有，怎么落出事？看我的妈零几好了。啊妈！你该不会是种在河边那一格的那个就是马铃薯吧？对啊，那就只有一个吗？撒骨粉啊！哎、欸，还没好哎、欸，好烂哎、欸！你怎么说它烂？你们有谁石头很多啊？我家里石头有要的。哦，我要。我没有石头吗？不是要，不是要不要的。好，音乐家比较近，我来音乐家了。我还有四个骨粉，没关系。你可以可以种石头，你要哪一种石头？种石头，一般的。我只有烧成平滑的、欸。哦，好不，那我去找小雨。嗯，我家里。他家墙壁很多。你自己挖下来。自己挖。哎、欸，我花很多时间把那个峡谷弄成都是石头、欸，哎。很强，好累哦。对啊，超累的，超猛的。这一条也是我铺起来的，它原本是整个的峡谷，超夸张的。我被你的门卡住了，很难开的。对啊。给我做下，我会不会盖太大间啊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就慢慢盖了。就是我们这边的豪宅，就随便，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对，你可以盖那个招待房，展示屋，那个展示屋，样品屋，样品屋，我的样品屋，样品屋。我要做那个泡汤屋，有没有？人家可以进去泡温泉。我们之后就有一集可以来玩那个，每个人来扮演那个什么温泉老板。我想扮演 OK 老板，老板 OK， 哇 OK， 这是毕生梦想吗？就是想到。你家在哪里？我家在那个洋洋家旁边，楼梯哦，有一条网梯。哇，你家在这里？对啊，厉害，可以从你的那个楼梯直接穿过来。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，可以从这里。空子哦，是窟窿。招待房是高山那一个，是不是？不错啦。那沙发盖个卫浴之类的。卫浴。那招待房不是里面应该就有那种卫浴设备啊，然后什么该有的应有尽有。怎么蹦一声？我这边没事，来就不。可以做沙轮，对耶。嗯。我之前在铺石头，观众说用沙轮比较省。对啊。切石机吧，砂轮是轻附魔的。哦，对啊，切石机。是。啊！哎呦喂呀，吓死我了！收回来。没有火把。好吧，这边就五吧。哦，你家是真的有点大。啊，不，这是谁家？酱油啊。啊，这团团啦啊。不是啦，这不是家啦。啊，在做矿场入口啦。哦，矿场入口哦，哇塞。对呀、啊。杰克这边哇，是真的也不是蛮大的，嗯，所以我刚才问说这边有没有人要，没有要，我要来偷，我要来弄东西。哇，哈基，哎、欸，赏我一刀。
三米哇哇哇！他最乐意了，舒服啊，舒服都出来了，恐怖。沙轮在哪里啊？沙轮怎么做？沙轮要石头，烧过的石头，然后做成石。我烧过的石头。石地板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在沙轮呢、啊。哦，对呢，在沙轮呢。我在沙轮呢。你那个沙轮跟我要的沙轮不一样、啊。然后再两边木棒，下面一个木材，下面一个木材，木棒的下面都木材。两边木棒，下面木材。嗯，这样子。哦，有了，感谢。没有，这真的多一个八七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这个这地板全被黑了，你们要处理一下。地板全被黑了。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是杰克的杰作，土壤。哦，那个我种，我还要种，我还要种树在那边啦、啊。还有慢慢蔓延呢，你要不要先把那种水框起来之类的？哦，它蔓延啊、哦，你用木会木头木头对啊。哦好。就 combo 哎、欸，啊，它是同高吗？还是它只会蔓延草地吧？蔓过去吧。嗯，草地。觉得你要不要？因为我想说，脚盖高一点，然后再让它长嘞，它会长哦。哦，你是要下面去吗？哦，懂你意思。让它悬空啊。啊，悬空就好，悬空应该还好，不要连在一起就。隔空传染。好可怕，可能会口沫传染吧。嗯，好可怕、哦。你说你讲话的时候吗？对。OK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要买个口罩之类的。哇哦！戴口罩。透过5G传染。好可怕、欸。超可怕的。真的是蛮神。透过 WiFi 传染。传染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神的嘞！那个传染力应该很大、哦。太新型了吧？这个。我中华电信传染，这个病毒还会要上网哎、欸。那得到那什么 ADSL， 沙轮的声音，有人在磨东西吧？啊，你在洗附魔了？嗯。哎呦喂！有没有有没有耐久三的书啊？耐久三，耐久三的书。你想跟他哦，小绿，哦，附斧头而已啦。哦，你直接做钻石斧哦？我现在直接做一把钻石斧还没用啊。哦，啊，附魔台15个做出来也有啊，嗯、那我收起来了。有，啊，五颗钻石。刚刚你约的我在磨刀，我这边听得到。怕我觉得听起来怪恐怖的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他说你给我注意一点啊，楼上的磨楼上的、啊，小心点啊，嗯。他突然感觉好像蛮会的，怎么了？哎呀！哦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怪砖！哎呦，哎呦，抽到了！你把它做成，哎、你把它做成那个吗？神怪塔你就可以赚，神怪塔你就有钻石了。是什么的砖啊？对耶，是什么的？哦，骷髅可以啊！哎，很棒哎，好赞哦！很猛呀！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！好棒棒！那就赚经验值了，好棒棒！你有看到我的弓可以付出无限了，哦，没卖哦。小雨叫你错综复杂，我一直在吃，还好吧？不会，我在吃。他只是会点到就是一般的峡谷。嗯，你是不是怕人家连到你家？啊？哦，是不是怕人家连到你家 ？Holy， 后面那个怎么了？那个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知道我把那个山木就是架高，欸、然后让它长，它、欸、直接给我平行长啊！那个泥土直接给我平行长啊！哦，大方块塔，哇哦，这有点厉害，这有点厉害，真的。嗯，这一定要挖掉吗？用盖的不行哦。不知道，干脆这边把它弄成伐木场，盖个木头，一般的木头好了。对啊，一般的木头，一般的那个橡木材啊，橡木材把它地板铺一铺。
感觉可以试试看。辣，所以地狱门在哪里啊？小雨家，小雨家，小雨家那边。小雨家，对。哎，你从小雨家的楼梯走下去也可以。这个吧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哇！这样你摔下去了、哦。你是不是摔倒？因为那里有楼梯。这里吗？你看你这里楼梯好可怕哦！这楼梯。你错综复杂，太错综复杂了吧？哪有？那是转弯，那一种哎，转弯转回去而已啊。啊啊！不对，那不是不是地狱门，等下那是全身附魔的僵尸。好凶哦，这个。超像的啦，刚刚元芳超像的啦，地狱门。你是下去之后右转哦。你是走去哪里？下去之后左转，下去之后左转，下去之后左转。不要走错地方。我一大块哦，真的不要走错哦。太可怕了，超像的啦！我是应该把那一边的路先封起来，大家每次都走去那边。走错路。那里有刺啦，对啦，这边这边。哦，刚那个超像的啦，好笑的。超像。去探险。他、嗯、怎么下去、啊？超像的，聊天室底下有帮我作证，真的超像的。到底像不像呢？快一点！怎么我爱你？快一点！我是快一点了、哦。我爱你！反正我不知道哎。快一点！快一点！One two three four。就不知道，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。对啊，他讲快一点，没错。嗯。代言吗？哎、欸，我这去香港啊，我回来不知道隔离、啊。嗯，我跟你讲、嗯，发生一件超级有趣，应该说，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地方，对，嗯、因为我是回来、嗯，因为这次香港它不是之后说要隔离嘛，因为不用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那个我就回来，然后他们就给我填一个那个入境的检疫表，然后因为我去香港之前就有感冒，那我吃药、嗯，可是一直就是回来还没好，还在咳，然后我就很诚实的打勾说我咳嗽，那你在吃冰啊？对，哎、欸，你带我去吃的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我想说女生也不能吃啊，我说你看我吃。你等一下，你先等我说完。啊、说，然后我就回来，然后我就很诚实的勾了咳嗽，他们就很紧张，啊你咳嗽，然后就啊那我们可能要带你去医院哦，就在机场，我说我们带去医院，好，然后就带我去医院，重点是我坐上救护车，开车鸣笛，我在车上鸣笛，我就这样很尴尬，然后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，你要对窗外挥手啊。我有什么鬼？然后就鸣笛，然后就看路上所有的车都让你，我就想这感觉很怪。然后好好好，反正你们是检疫很重要，对，好没关系、嗯。然后可是我在上一直憋笑，好，然后到了医院，就想说医院那应该就是进医院，不是哦？哎、嗯、呀，你们想象一间医院嘛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有踏进去、嗯，我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隔间，那是隔离房，他就把我关进去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你稍等一下、哦，好。然后重点是，进来的每一个医护人员都要全套防疫装哦，包括什么口罩、啊。当然的、啊，当然的、啊，当然的、啊，怕真的有问题、啊，真的很怕。对，然后我就嗯好，你们很就是很敬业，很好，很棒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在那边等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最近有什么症状啊？啊，你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跟你讲话哦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帮你照 X 光哦。然后我心想，嗯 ，X 光的话应该就要去医院了吧？没有。直接把整台机器搬到那个房间、啊，有那种车子，对，然后我就哦，然后照完之后，好，我们待会要请医生来帮你检查一下那个什么黏膜，是不是口腔黏膜？口腔啊，快筛的，筛检啊，这样筛检，对，筛检，全套防护进来。然后他被烧死了，你为什么默默被烧死了？你为什么默默被烧死了？你继续，好，然后一样就全套防护衣进来，然后好检查完之后要走掉一样。先消毒手上的手套，然后手套拿起来之后，再消毒自己的手，然后再全身摸一摸，然后再走出去。然后我就嗯，好，你们台湾真的很棒，你们检疫的那个精神很好。可是最让我难过的是，我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的症状，他就是嗯，可能是小感冒，那你吃点药好了，顺便帮我开了药，然后要收钱，然后就想哦，没关系啊，收点钱。然后收钱的时候，你就看那个护士拿了一个那个假链袋，说来把钱放进来。我说你现在是。
没关系，不是因为你是那个筛检还没出来啊。对啊，你我知道我知道，但是看了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们很敬业，但是我好难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嗯，我感觉我就嗯好，然后我之后他们就检查完，嗯，你很正常，没事，那你可以走啊，既然啊居家检疫怎样怎样，哈哈，谢谢谢谢，然后我一个人要从高雄回到台南一个人啊，你可以叫姚来接你啊。他已经先回去了、啊，那、啊、他带着行李，我就叫他先走了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差点迷路，吓死我了。还好有没有？你先讲。对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所以你们是高雄下飞机哦？对啊，在高雄。高雄或台或桃园而已啊。懂了。对啊，因为是飞国际，然后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。Okay, okay. 对，然后也觉得台湾的这一部分真的很棒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默默的流了两行泪下来。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。对对啊，对啊，不用小算蛮完，这样子这样听起来觉得很完整哎、欸，很猛、欸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就觉得哦，真的是很猛、欸。你看不这样做的话，被偷渡过来怎么办？会爆炸，啊、真的是會爆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那个传染力很高哎、欸。对啊，嗯，感觉已经压制的不错了。超猛的，好不好？我跟彭彭要猛啊猛没有啦，是影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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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什么东西啦？是影月，是影月，哎，没有，现在只要讲别人就对了，甩锅，没有甩锅就是了，甩锅真的甩起来，哎，甩锅甩锅还甩锅，我挖了一些地狱石英，有没有人要啊？哈记吧，哈记不是要哈记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不要给哈记的。可是你就住在他下面呢、欸？什么？等一下好好讲话，楼下，楼下，不是下面也对啊？怎么了？是下面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是是觉得有人很敏感啦？对，你太敏感了那用四川定啊？你下面那个鸡，我可以砍一些吗？不要砍鸡啦，它这样会痛啦。有真的是有点痛啊，这个。对啦，会痛，不要哦、喔。这个车速我抓不住了，我要谢谢。司机停车一下。哎请放我下车，谢谢。你知道现在在 CP 粉里面，他们在打情骂俏，爱心爱心，眼睛都冒爱心，太棒了！天哪，官方糖，好可怕，觉得怕怕。然后接下来就被写在文里了，对。天，我没有新的文可以看了，我都可以讲后续给你听了哦。要，你有多少银价？啊！我现在只有十五个啊，可以接一些吗？给你，可以接个六叶妹。叶妹来了哦，叶妹，我来。我听到叶妹的声音。妹，哪里有妹？啊、你只是重点是妹吗？也不是啦，你前面那个妹啦。啊，叶妹嘞？我刚刚听到她的叫声啊，都不见了。我是可能被哈基吓跑了。什么？听到妹，虎妹，关心的你，哈记你吓到人了，哈记哦，哈记很坏，你不要趁机射我，你不要趁机射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又听到了，是人吗？可是他没有下来，还是他卡嘞？没有，他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哦，他在你那边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才怕哈记射我，哦，不会，我有很瞄准的，你会很瞄准的，可是后面有人想射你，哈记。团团，你哦，不是不是啊，关我屁事！完了，因为后面只有团团在后面呢、啊，关我什么事？团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团团就在那里呀、啊。没有，现在又可以脑补了。哈记眼里只有团团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因为团团就在那里呀、啊。是。我真的是盖东西也被也被坑哎、欸！天哪，盖个东西也中枪你啦！哎呦，有人特别喜欢你呢！哎，哎，哎是什么？哎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是哎呀，就是哎呀，这是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等一下有蚊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爱来了吗？哎、蚊子来了，
蚊子，蚊子来了，蚊子蚊子来了，五六七，蚊子说的叫什么？来了，他说的来了，蚊子说，哈哈，小鱼，蚊子，蚊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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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蚊子心想这群人是怎么了？还是不要叮好了，万一叮到病怎么办？万一中标了怎么办？对，万一叮到病怎么办？还是不要吸好了。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说到病毒，突然想到、欸，像这种那种病毒，就是它如果蚊子叮了以后再叮别人，那那个人会不会感染啊？有机、啊欸、有一些会，有一些会哦，有一些真的会，就哦。干嘛想被病没蚊啊？没有啊，就可能你什么都没干，宅在家，然后突然就感染了，你就知道是蚊子叮你。会、啊，你怎么知道是蚊子叮你？搞不好是你家狗咬你啊！哎呦喂啊，你的狗好可怕啊！这狗好凶哎、欸，我说是母狗，没人相信哎、欸。狗，狗好难听哦、喔。我就知道，我朋友就。我朋友包括那个公园里面的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家狗好可爱哦、喔！”我说：“谢谢。”他然后就他就是狗不是会那个啊，嗯嗯，跟那个尿尿。嗯、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家狗，你家狗怎么是蹲着尿啊？我第一次看到公狗这样尿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他是母狗。”好尴尬，母狗，完全尴尬，他是母的，大写的尴尬，大写的尴尬，好笑、喔。是你们到我的矿坑把钻石挖掉了，杰克吧？哦，杰克，不同矿吧？不同矿吧、哎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吗？原来你挖的是别人的，不知道 ，maybe？ 原来你挖的是别人的 ，maybe 哦。因为我是有留一些矿，然后等到附到幸运稿才要挖的。啊，杰克、哦，不过那我刚挖过就是没有人。哦没有人，如果是哎，那是鱼骨来的哦，那就不是啊，这个解释可以，就是隐约把鱼骨挖开另一边，挖到另外一个鱼骨了，对，别的鱼骨，另一边，隐约把那个藏得很好，就被然后杰克挖开，有没有？啊，以为是鱼骨、哦、这样子，そうですね，原来是这样，そう。什么送奶？送奶子？不是啦，公杀鬼，是在哈喽，是在哈喽。对，这里的矿感觉都被挖掉了、欸。啊，我真的原本不会用是在哈喽，都用到会用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开始太多听到了。对啊，哇，我应该。啊这是小雨的矿坑啊，还是你们跟小雨一起那个？跟小雨的矿坑连在一起了，所以可能哦，有可能哦，机会吧？该不就是真的钻石矿在中间，然后左边是面那个面向是、嗯？可是我钻石右边是钻石跟青金石，我都放着哎、欸。嗯，那我没看到钻石的奇怪。对啊，神秘，因为我后来都没有挖，我也想说附那个幸运稿再说。我现在是有幸运稿，之后大家要挖可以来我这边先拿幸运稿。好，这边有很多青金石，就刚新哎，就刚新哎，好全国电子真的，工商哦，开铁路了，开铁路了。盖个小时，哎、欸，小雨死了。铁路没有，我那个被铁路压到了。过来，发爆！请问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搭那条铁路？小雨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我的刷怪。哦，你升怪塔吗？还在建造中，我刚算错了。新建中，请稍后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盖。颜色好。哦、代表很久没玩生存、哦、对啊，什么颜色很怪、欸？粉红色。哦，粉红色。木材好了。只要不是粉红色，他都觉得很怪。粉红色。然后做点粉红色的